是非常希望全社会都能恢复以孔子为代表的这种圣贤的教育。古人，人而不仁；如礼何？如礼何？人而不仁，人而不仁。从第二十个，从第二十到二十三，到二十三，这是你今天必须记住的。今天我必须记的是十九。啊。然后这个是新加的啊，今天我背的这个十九已经背完了，所以今天背了120个字左右。这个十九110个字，然后这个是82个字，如果把这个背会了，应该200个字。假如说我读了14遍，我会背了，就去找老师背一遍。然后呢，背过了呢，我会去再读120遍，读完了再去找老师背3遍。然后这3遍里面，你如果是有一步站错了的话，你就会去读30遍，再找老师背。他的记忆力最好的时间，如果这个时间花大部分时间去给他讲，让他去理解的话，就把这个时间浪费掉了。所以说他可能他长到我们这么大再去理解，再去慢慢的去自己去理解，或者是再去找老师去理解，这是也是可以的。但是现在最重要的是先让他们背下。你觉得这样的教育和一般的教育比一般的教育有什么样的好处？因为那个这是我们中国的传统的文化，做人应该首先从这儿开始培养起来。这样的将来对祖国，对他自己，对社会都是很有好处的。在这里的话呢，我就想让他一直上到13周岁，13周岁以后呢，就让他去上中学，或者是送到国外去留学。然后在国外呢，直接就可以考国外的大学也可以。就是中国的普通的学校，我觉得不上也没关系的，可以给他补习数学和物理化学。我们现在中国的家长都非常爱自己的孩子，不知道要把什么给孩子，好像是要给他留好多钱啊，房子啊什么这样的。但是我觉得我们中国的祖先呢，给我们每一个人都留下一个宝贵的遗产，就是我们的传统文化。如果我们家长要是聪明的话，把这个交给孩子，就比给什么都重要。是。选手下来，要伸直。你觉得专门学那些古典东西可能有什么样的？不太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，那只是对人的一种思想啊。但是对现在的这个社会的发展啊，经济的发展有帮助作用，
但绝对不是全部。所以说艺术学校呢不能光学这个东西，应该按照现在我们的教育那个方式来把其他的知识啊全要学到。没劲，淘汰的就是已经过去的事情，我不想再看它。那你对什么感兴趣吧？我对科学、物理、机械什么的现代的东西。想做什么？对什么？我长大，我想以后在学毕业，我想卖宝石，因为卖宝石很挣钱。因为我认识那个人，有一个人告诉我们说，那个宝石的就特别赚钱，它能赚十倍，就一个宝石能赚十倍。我想赚很多很多钱，然后呢，就工作几年，然后把这一辈子的钱都赚好了，然后。只要是看现在的人们，他需要这样的一些精神的营养，所以我们都会去追忆他，不管是什么时候。跟这个再见，哥哥说节日快乐，再见，节日快乐，再见。好嘞，谢谢。